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吃货帮的波哥。听说槟城苏安尼翁这边有一档很出名的鸭饭，今天带你试试哦，呀。当然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order 的东西。啊，这个就是老板最出名的烧鸭，还有他的烧肉跟他的叉烧啊，叉烧也是很出名的。这个是烧鸡，现在我就要来试吃这个烧鸭，看它的味道如何。哇，你看它的很 juicy 啊，它的鸭的皮很酥，很有味道，好吃的。这个烧鸡呢，要沾这个老板秘制的辣椒酱，这样子吃。嗯，它的鸡很嫩很香，然后辣椒也很香，很好吃，很入味，很开胃。现在我就要来试吃老板的叉烧，啊，他叉烧闻名不如见面啊，我是沾这个 sauce 吃看一下。它的叉烧味，它是不会很硬的，就是软软的，你吃了那个口感很好，然后它是甜甜的，因为它是秘制叉烧，很香很好吃。现在我就试吃这个烧肉啊，这个我就不沾酱吃了。嗯，它的皮是很脆的，它是咬那个咔咔咔的声音，很酥很脆，很够味，很好吃。这个金辉咖啡店的杰仔烧腊呢，它是每一天9点开到下午2点，然后它是星期日休息的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